好了，外卖接回来了啊！书接上回，上回说到买合资车的人的三点，最后一句话啊，我买一个路虎、保时捷等等啊，我买个兰博基尼这个那啊，什么库里南，他能替我说话。我要买国产新能源车，即使这个车好，我得替他说话等等等。我想问一下啊，你是多么的让人不信任呢？都轮到车替你说话了，你身边的人没有人替你说话吗？还是你要做什么违法的勾当欺骗人呢？然后怕别人不信任你。再说了，那合资车那车机系统它会说话吗？国产新能源车手机能控制车的所有功能，在车内不用连数据，所有软件随便下载，随便用，流量免费，马力6、700匹，0-加速3、4秒，甚至有2秒的 A 点到 B 点的距离无限的扩大，选择性更多，还省钱，续航长，对不对？这不好吗？不能替你说话吗？豪华内饰不能替你说话吗？为什么非得整一辆么所谓的落后这个世界的所谓的豪车车替你说话呢？啊，你是做事业的，对不？你是个大老板，对吗？嗯，大老板来了。嗯，车完了100，大路虎行政揽胜。啊，员工一看啊，老板真有实力啊，给员工画个大饼，是不是？让员工跟着你好好干，告诉员工啊。好好干啊！明年的今天，只要你们努力好好干，明年的今天，我再提一辆豪车。哎，是这意思不？听懂重点啊、哦！给员工画饼忽悠，是让员工努力给你干，然后明年你再提一辆车，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是这么回事不？啊？骗客户，要说啊，不行，我签单，按包工程的这个那，大哥，你是把车直接开进人家办公室吗？或者是你们是在这个地下车库，或者是在哪儿签单？哎，看到我车啊，我有信用卡啊，签单，我有钱。还别说，有人看着那豪车真迷糊，那都是低等的人，知道吗？你们也就能骗骗那些啥也不是不如你的，像我这样的，啊，你开啥都白费。你要是坐一辆那个动车来，我能高看你一眼。你开啥车都白费，听明白啥意思没？啊？谁那么傻呀？合作凭的是你真正有能力完成合作，凭的是你的技术、你的服务质量、产品过硬，凭的是你诚信，凭的是很多很多啊，最后才能合作好。那凭你一辆破车吗？开什么玩笑啊！再说车替你说话都没人替你说话，要车替你说话。过年了，亲戚同学聚会。哎妈呀！门口帕拉梅拉、保时捷没有腾势 J9 GT 好啊，比它领先一个时代。帕拉梅拉谁买谁大脑袋。哎妈呀，真厉害，真优秀！咋的，女同学就跟你走了？同学见同学就是，不说了啊。啊，还是咋的呀？看着你有钱，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那如果我就是，哎妈，真有钱，借我点钱，你不借我，那咋的？你开豪车还让同学给你加香油啊？是不是？亲戚朋友聚会当中啊，谁谁谁家怎么的？你咔开一个豪车显摆一下啊，我送你回家，我送你回家，这那的，劳民伤财，浪费时间，就为了自己显摆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有什么用啊？啊，你那个车自己不行啊。打个比方啊，我跟亲戚朋友出去玩，方圆1000多公里开着方程豹，我随便走，越野路段，无论你有没有难度，无论你车能不能上去，我都能上去，就是优秀啊。我外放电，我做饭，我煮火锅，我都可以享受。你还搁那啃面包呢，对不对？你有那两下子。对了，我还比你便宜呢，我还省电钱。不行，有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连个什么电镐这那的啊，我都能过去。你就不行，我豪华的内饰比你更有面子，我外形也比你帅，我动力更强劲。记住一句话啊，一个男人会不会选车，就看他的车动力是否强大。花少钱，动力强大。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会追求动力，听懂啥意思没？啊，国产车性价比更高，国产新能源车是最优选，懂了吧？我车的各方面都能有面子，是车本身的产品力给我带来的面子，而不只是那一个车标。你让那个车标替你说话，那我教你一招，你直接网购，啪买个兰博基尼，啪贴脑门上，布加迪威龙，啪贴上，啊。然后你带着你媳妇儿去，什么是科尼赛格，什么法拉利，啪贴屁股上，有面子。没多少钱呢，10多块钱搞定了，
是不是？啊，有面的，就是车标吗？以上只是个人方面啊，还有更可恨的买合资车的方面。第二点，给敌人送子弹。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那些能做所谓的合资和进口豪车的，无不是中国的敌人。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包括这个抗美援朝战争，曾经欺负过我们，而且现在跃跃欲试，还在跟着美帝国西方的帝国主义啊，北约等等，还在不断的还在欺负我们呢。听懂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给他们送子弹、送钱。还有第三点。一个垃圾车那么贵你都愿意买，你给它造成了不良影响了，带歪了价值观呐，颠倒黑白，那个垃圾白给我都不要，你们还买，还口口声声说着喊，这辆车会说话，哈哈，它能替我说话，我怎么就不信呢？你让他说一句话我听听，吹什么牛逼呀？所以说，综上所述啊，合资和进口车产品力是实在不能打了，编一些所谓的话术，让人精神上有一些自嗨，知道不？自我安慰，给那些不自信的人，也不知道他那金钱是怎么来的人，和那些继续要用这辆车当做工具去忽悠啊，要找回面子的那些弱势群体，虽然有钱，腰杆也没硬起来的那些人，听懂没？啊，哎，给那些人哎有一个市场，一个话术，让那些人有一些心理安慰，所以说买了。现在买合资车卖合资车全靠忽悠，一点产品力都没有。最后一句话，用不上两年，比亚迪肯定全球无敌，所有合资进口车肯定会滚出中国。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以比亚迪为首的国产新能源车会迅速占领全世界，到时候谁替谁说话呀，对不对？我靠，牛逼！